把那两只拿下，拿起老鼠去。我拿一个，你拿一个。锁门。他泳衣穿在里面好热，我觉得你。现在几点了？现在七点过七分了，差不多了，出去。还有时间吗？你不用等车啊，姐姐，你去到就有车吗？对呀、啊，有时候。有时候，那是刚好恰巧。眼睛本来就小，还那样干嘛？更小。我收拾你喽，快点到我。快点快点！哇，外面好舒服啊，好打风哦。他们开始排队进去了，好多人呢。他去游水，我要去买点菜回家。来超市，买。我老公说今晚上要吃面，买点东西回去煮。买一包这个炸鱼条。川妹，现在开始准备煮面了。把丝瓜切成条，把这个炸鱼条切成片，切厚一点。留着玩，改下刀。拿两个鸡蛋。把这个鸡蛋煎熟一点，这个水开了，把这些丸子倒下去煮一下，放这个丝瓜下去，这个蟹柳不能煮太久，煮太久就溶掉，放点盐，放一点盐，丝瓜煮的差不多，把面条下下去。回来啦！黄琼啊，那个汤勺嘞？你弄到哪里去了呀？怎么会烂呢？那个那么结实。你搞了什么呀？要不要搞风扇了？我那个笔拿着。这里超级充满了。嗯。今晚上吃的超简单，一人一碗面，然后一个饺子，我的是放了剁椒的。就是太胖了，上不了岸。你不是留着给你女王留着玩？你才行的。你爸现在
这也不吃，那也不吃。就是。嗯。吃点肉。我给你放小雨啊。哪里肉了？小雨。喂，多少放的？好。插着了。你看你女儿都教你了，不要插着。好的。哇，这个饺子好吃，新口味啊，椒麻味的，才10块钱一包。块钱，他搞活动。啊，好的，也包，我也有。自己包的。对啊。